什么？你没看错人吧？不会看错的，太太。就他一个人？就他一个人，拿着个板子。哦，对了，还拎着个箱子。 你回房去吧，看住阿秀。不管前面发生什么，都不许阿秀离开房子半步。记住，闭紧你的嘴，胆敢向阿秀透露半点姓灵的消息，我轻饶不了你。是，太太，快去。来人呐！叫所有的家丁都到前院去。 这位先生，请留步。我是来找人的。找人？这里是明德绣庄，这人可不是说你想找就找。哎，我要找你们太太。有事儿啊，先跟我说。你，怕是没资格吧？那也甭怪我不客气。来呀，都出去！住手！ 我们已经钱货2亿，缘散分尽了。明德绣庄没有再次来请你当罢工，你这样硬创绣庄是什么缘故啊？我要见阿秀，我有话对她说。我记得临走以前，我已经把话给你说清楚了，你难道忘了吗？我劝你尽快离开方桥，要不然大家撕破脸皮不好看。明姑啊！ 谁在明德绣庄门前闹事啊？哎呀，不更正常，区小事惊动了大家。既然你来了，那也跟您知会一声。这位先生到方桥来找他舅舅，他找错了地方。劳驾镇长大人，让他离开方桥。哎哎，这位先生，这儿没你舅舅，你还有什么事儿啊？ 给我盯住！哎，雪根，哎，雪根，你去盯着，看看万福根是不是把那个姓林的轰出放桥了？是太太，快去！楼上那间临街的屋子是客房吗？是啊，是啊，不过有段日子没人住了。先生，我帮你打扫一下就行了。你打算住多长时间啊？没定。啊，那我带你上去看看吧。好，来。那个姓万的长本事了，我的话，他都成耳旁风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回去吧。等等，叫人昼夜盯紧那个客运站房。那个人的所有举动都得随时告诉我。另外，把绣坊的前后院都给我看得紧紧的，绝不能让那个人迈进绣坊半步。太太放心，不会有任何差错的。 还是从上海来的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上海和南京来的人啊，就是和我们这儿的人不一样，哪像我们这儿的人啊，土里土气的。先生，你是来做买卖的，还是来寻亲访友的？到我们这儿来做买卖的人啊，大多都是冲着绣品。 现在绣品不如从前了，要以前的话，我这客栈啊，从来都没有空过房间呢。先生，你也是来收绣品的？老板娘，怎么称呼？什么老板娘啊？我们家那口子叫阿坤，在上海跑单帮呢。这儿的人啊，都叫我阿坤嫂。你要愿意的话，就这么叫我好了。阿坤嫂，我姓林，的确是从上海来的。 但是既不寻亲访友，也不是来做买卖，你就不要瞎猜了。我在这儿可能要住一段时间。这是客房的钱，如果不够了，随时来找我要。呀，这太多了，用不了的。林先生，那我就收下了。你要想吃什么，尽管跟我说。我们这儿虽然乡下，不过菜啊什么的都很新鲜的，鱼啊。 我赶了2天的路，有点乏。如果啊，那好，你歇着吧。晚饭好了，我来叫你啊。歇着吧。阿彩，你别弄了，我不想喝这药。为什么？ 我怕是都喝了好几十副药了，可是浑身还是软绵绵的，一点都不见好。镜花太太的冤枉钱，岳先生已经说了，你这不是什么大病，是气什么，过度疲劳，主要。阿秀。 太太对你好吧？快把这药给喝了吧。哎，阿彩，刚才我听到院子里跑前跑后的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啊？没有啊，没出什么事儿啊，是你听错了吧？快，药凉了，快喝啊！太太已经吩咐了，这阵子我就不用去中院了。 在这儿守着你，服侍你。那怎么能行呢？什么事情不行啊？太太，哎，太太，别起来。怎么样了？太太，你不用老来看我的，我浑身软软绵绵的无力。 也许过2天就会好的。你本来就没什么大病，吃了岳先生的药，很快就会好的啊。怎么了？啊？难过什么？阿秀的病总也好不了。阿秀对不住太太。哎呀，别这么想。现在秀庄。 反正没什么绣品要做，借此机会啊，你好好的歇歇。阿秀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你心里头是不是在惦记什么人呢？没有，没有。阿秀从小就被秀庄收留，老太太还有太太您，就是我唯一的亲人。嗯，那我就放心了。 阿秀，你长大了，你的终生大事我一直在想，总得给你找一个合适的人，才对得住你。阿秀不愿意嫁人，阿秀愿意一辈子留在绣庄里。傻姑娘，嫁了人也能留在绣庄的，像我这样，找个上门女婿。 女人这辈子都是要嫁人的，有什么好难过的？我今天啊，是来跟你商量一件事儿。太太，你讲。要是现在又有了西洋画的绣品，你一个人能行吗？我也许没什么大问题，可是，老爷在上海又给我们签了一张大订单，也像上次那样是西洋画，不过这次啊，一共有9幅。啊，那么多！在，哎呀，看看这个针法都没问题啊。哟，令先生，这地方画出来，还真跟平常不太一样呢。是好看了还是难看了？当然是好看了。哎，阿坤嫂喜欢，这画送给您了。哎呦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我可不敢收啊。收下吧，又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在站房见你的时候，你在刺绣，这画就送给你做画稿吧。 这样的画，我可绣不出来啊！我也就会个3、5种绣法，哪能跟绣庄的绣娘们比呀？平常没事的时候，胡乱的绣上几针，打发时间而已。绣庄的绣娘那些针法和绣法是和谁学的呀？啊，这就难说了。有的呢是家传的，还有的呢是投师学艺。针法和绣法，打小就要开始练。爹娘骂，师傅打，要学成也不容易啊。哎呀，那应该有一所 专门教针法和绣法的学校。哎呦，林先生，瞧你说的，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学校呢？绣娘会的针法越多，在绣庄的工钱就越高，谁会轻易把绣法交给别人呢？这不是断了自己的财路吗？阿芬嫂，明德绣庄你熟吗？熟啊，你想打听谁？ 明德绣庄有个叫阿秀的绣娘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知道知道，可真秀嘛，天下就她一个人会，可吃香了。她可是明德绣庄的宝贝啊。不过我没见过她，我们这儿的人都没见过她，她从来都不出来的。是啊，她从来不出来。你认识她？ 我在明德绣庄做过花工。那你这次来方桥，是为了找他？是。丁先生，你是喜欢他吧？哎呦，丁先生，我看你这个人挺好的，就劝你一句，阿秀 他永远都不会离开明德绣庄的，他可是他们的摇钱树啊。阿秀的针法是明德绣庄教的不假，可为什么要限制他的自由呢？把他圈在绣庄里，终日刺绣，这和奴隶有什么区别？哎呀，你们大上海这些道理，在我们方桥是行不通的。阿秀是个孤儿，从小被明德绣庄收留了，就跟买进去没什么两样。 当然是要他怎么样就怎么样了，林先生，我们方桥好姑娘多的是。你喜欢阿秀，那是枉费心机，不会有结果的，放弃吧啊！好像有人来了，我下去看看。啊，哟，万镇长。 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小客栈来呀？阿坤嫂啊，我想跟这位先生说两句话，你出去一下好吧？可以可以，你们说吧，我下去啊。我是方桥镇长万福庚，请问这位先生贵姓啊？您。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林先生曾在明德绣庄做过画工，跟你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。说来听听。我是镇长，民国的镇长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，就是催收税银，上交国库。方桥有3000多家绣户，概莫能外，但是总是有一些人心存侥幸，偷逃税款。 让我这个镇长很是头疼啊！你说的跟我好像没有关系，马上就有关系了。林先生好像帮明德绣庄绣了一幅西洋画的刻针绣绣品，是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这幅作品使你们之间有了一些不愉快，否则林先生 不会第二次来方桥，与明德绣庄发生局龉的，对吗？他们是欠了你的钱，还是欠了你的情？什么都不欠。林先生，不要有顾虑，我可以使你们之间的不愉快变成愉快。很简单，你跟我一起去明德绣庄，指认他们 暗中制作贺真秀秀品，我征讨逃脱的大额税款。如果他们欠你的钱，让他们给你补上；如果他们欠你的情，我替你出气，如何？你笑什么？我笑今日中国还是一个不乏幽默的国度。请吧，镇长大人，我交钱开房，没有违反国法相约，我要睡觉了。看看这配的丝线的颜色，这哪里够啊？差的太多了。阿秀，别着急，叫崔先生、冯先生再过来看看，重新配就行了啊。哎呀，太太，那根本没用的，他们连画上的颜色都认不全，到染坊怎么去染线啊？别着急，总会有办法的啊，总会有办法的。 太太，这整天前后门的都关着，这也不是个办法啊！要不我再找找万福坑，叫他出面，强行的把这小子轰出方桥去。你别去找他，要轰他上次就轰了。他恐怕是看出什么破绽，故意留下那小子的。 这也太不是东西了！这为点税银，连面子都不讲了。熊二爷那件事儿张罗半天，连汤都没捞着一勺，记恨呗。不行，得给他点颜色看，敲打敲打。我就怕他去找那姓林的，那上次的秀萍就要露馅了。 又要被他活生生的敲走6000大洋。哎呀，我最操心的是阿修那边没什么进展，这都多少天了，我老有种预感，要出什么意外。不会吧？上次那幅画，那阿秀不是已经弄懂了吗？这西洋画跟中国画一个样，哈哈，大同小异。 太太，太太，阿秀，什么事儿？太太，您快去看看吧。怎么会修成这样的？啊！ 太太，我把油画技法想得太简单了，这每一幅都不同，而且还是6幅风景画，我根本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。太太，我把上次的技法通通都派上去了，可是不够用，太复杂了。太太。 我实在是修不下去了。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修不出来是要丢脑袋的。那个学校已经被封了，什么时候开谁也不晓得。教油画的先生，学油画的学生，都做了鸟兽散。我上哪儿去找画工去？偌大一个上海滩，就再也找不到一个懂油画的人了吗？那要是那么容易找，那我还愁什么？我还虑什么？要不太太，您去试试。 其实，咱们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。那个林不可能，我宁愿把单子退了，也不会选这条路走。我仔细想了好几个来回了，你还是回上海把单子退了吧。不，这笔钱咱们命里不该有。我想那些洋客户。 不一定知道我们行当的规矩，你好好跟他说说，大不了罚点钱，兴许能应付过去。你想什么呢，你太太？退单子，怎么可能呢？我又不是没跟你讲过，这洋人们的掮客那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查理张，查理张啊，他黑白两道平摊，三教九流通对的角色。 他在中间跺一跺脚，那是海关大楼都跟着晃悠啊！我跟你说，一般洋人都拒他3分呐。你找他退单子，跟他说对不起，我们实在是绣不出来了，您把这单子收回去吧。他凭什么相信我？我们拿了人家的钱，他拿了洋人的钱，哎，他凭什么答应啊？你不是自己送上门去找死吗？我跟你说，这张单子要是完不成。 我们只有一条路，死路啊！你早知道他是这样的人，为什么还要接他的单子啊？你这不是明摆着给明德绣庄招揽祸事吗？哎，太太，这事儿你可怨不着我啊！我在签单之前可是发了电文向你请示过的啊！没有你姓阿秀已过此记的这句电文，我敢签这个单子吗？也正为有了这3条大黄鱼，你也才会有。 姿势厚利，可记千师的指示。你现在怨天尤人有什么用啊？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是没招了。如果你死活不肯委曲求全、忍气吞声，把那个姓林的找回来的话，3个字：等死吧！啊，咱们一直等到这个合同到期，让那查理张还有闸北的朱三一起领着人来抄家吧。程主府。 你这个没良心的！你是要害死明德绣庄，害死我呀！哎，天地良心呐！没有上次我签回来那张单子，明德绣庄早死在泰丰钱庄屠的烟鬼的手上了，怎么又成了我害死明德绣庄的呢？啊，明明看着生路你不走，非把大伙拽着往悬崖底下跳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整天胡思乱想的，不就是害怕他对阿秀有什么企图吗？ 他一个乳臭未干的臭小子，还能把明德绣庄的天给掀了？5进的神宅大院啊，他能长出3头6臂来，把阿秀给拐跑了？上次香港总督夫人那幅画，你也是这也怕那也惧，结果怎么样？不什么事儿也没出吗？这次咱们打起了12万分的精神来啊，把这2个人滴水不漏的看死了，不给他留一点缝隙不就行了吗？ 哪至于就如临大敌、未战旦夕了？咱们也许就像阿秀说的，小觑了西洋画。不过也不要紧，只要这姓林的小子帮阿秀把这批绣品绣出来，哎，这才真是幸阿秀已过此计了。久服啊，还捏不住西洋油画的命门。倘若日后要再有类似的单子，咱们还要去求谁呢？ 咱们平常卖的绣品是什么价？人家西洋油画给的什么价啊？咱们明德绣庄苦哈哈的干1年，还不敌人1幅绣品给的钱呢，何况9幅啊！你再想想，放着眼前一根救命的绳子不去抓，结果就是这张单子必死无疑。那这张单子死了，那明德秀庄无论如何是躲不过这一劫啊，无论如何躲不过，就大家一起死。 妈，你怎么起来了？妈，您不在床上躺着，当心受凉啊！妈，坐下。妈，我都听见了，这张单子不能退呀，明德秀庄不能完。 妈，我怕阿秀已经为那个人得了相思病了，让城仲甫收他做小。你不是就是担心？ 怕姓林的那小子进了秀庄，和阿秀情投意合，保不齐在你们的眼皮子底下做出什么异未果之事嘛？先圆房，再让姓林的进秀庄，让他彻底断了那个念想。 面对这久负夕阳油画，我的心抽搐着疼。我想起了和他一起完成总督夫人肖像的情形，那是多么快乐的一段时光。那段时光让我知道，世上除了克真秀，原来还有许许多多我无法想象到的快乐。可现在没有了他。 这久负夕阳油画，我将如何完成？然而，被思念与孤独双重煎熬的我，不知道，一个令我肝胆俱裂的晴天霹雳，即将在我的耳边炸响。阿秀，太太，请你去正厅。 我呀，人的命，天注定，真的是这样。阿秀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太太跟你说的是什么嘛？太太让我给老爷做小。 答应成吗，阿秀？你在想林先生？是，我在想他，我一直在想，老天爷为什么要安排我们认识？ 如果我不认识他的话，我的生活将没有任何的波澜。命运对我的所有安排，我都会觉得合情合理的。可是我认识了他，这一切都不一样了。我知道，在方舱以外，还有一个那么大的世界。在那个世界里面，男人和女人不仅仅是传宗接代，他们可以想笑就笑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他们可以有另外一个活法。可是，我明白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痛苦啊！我明白了，我明白太太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林先生在方桥。什么？林先生在方桥？是的。太太让我告诉你，他去了东阳，是太太编的瞎话。林先生真的在方桥，他来找过你，可是太太不让他进绣庄。水根说，他现在住在科语站房，每天在方桥画画，画明德绣庄。阿彩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太太给我下了狠话，不让你知道。林先生在方桥，他在方桥。我想，林先生肯定也想你，才来方桥的。他也想我，他也在想我。是的，他如果不想你，怎么会从上海回来呢？绣庄接了9幅西洋画，你提出要请一个像林先生那样的画工，可是老爷和阿六都没有离开绣庄。我猜，他们一定是让你先做了老爷的姨太太，然后再把林先生请回绣庄继续做画工，这样太太就放心了。阿彩，我该怎么办呀？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啊？你和林先生不会有善果的，太太不会让你喜欢他的。我知道我们不会有善果的，可是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给老爷做小啊！要是那样的话，他会看不起我的，他甚至看都不愿意看我一眼。要真是那样的话，我还不如去死呢。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装病，病到不能圆房。装病，不能圆房。9幅西洋画也是有时限的，他们都拖不起。只要你装到不能圆房，他们是不会强迫你的。那绣品怎么办呢？房不能圆，但绣品还得绣。我不懂，阿彩，这事儿还要请岳先生帮忙才行。昨天还好好的，早上起来就……哦，太太不用着急，我看了就晓得了。哎，菩萨对不住了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不是有意的。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救人民是老姐姐佛陀呀。 一。